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69面，669面，第六行。第六行从头看起，又何交会交集聚会，这一句是经文。静言俗语，交集聚下啊，交集聚这一下，这一段文字，明造卧故，说明因邪淫而造卧故，为淫造作杀盗等事，使其过也。这一句就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这此下了证明，由于淫卧而引起杀盗等罪，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历史乃至于我们现前，诸位如果冷静地去观察，这些事情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造作的时候，好像是很快意，可是他造作的这个罪业所感的都是三途地狱，苦不堪言呐！所以这桩事情，你越想越可怕，越想啊越感到恐怖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宁愿杀生，也不能作恶。下面这解释经文，交结、勾结的意思。聚会呢，是聚集协众啊。聚众干什么？攻戒杀戮。由于淫恶而引起的，凡以尖锐之物相刺，这叫戮。此处是指枪矛等武器杀人。是为淫而杀人。强夺景星云公然截取。这是强夺。什么时候看到呢？战争。战争确实公然截取，毫无顾忌。迫泄以威力相恐惧，就是豪夺。是为盗恶，不使人主人甘心情愿
给你的。啊，所以豪取强夺。如是光行杀道之物，从一个邪淫引发杀人抢劫，干这些恶事。他为什么干？你看，只为归结妻子，取悦于一妇人耳，意图极深作乐而已。啊，为一个妇女欢心，我们看古代商朝末年，殷周王；周朝末年的幽王。啊，夏朝末年的夏桀，啊，这是讲三代，啊，最后这个皇帝怎么亡国的？都是为了贪恋女色，国王家破。啊，生不灭也死啊，死了之后啊，必然是堕无间地狱啊，因为杀盗淫妄通通都造了，这是地狱罪。即生妄习，即为疲也，故即身是疲劳其身呐。啊，杀盗淫妄都疲劳其身。如是之人呢，住于人鬼。啊，这样的人，啊，就是招住人看到了，鬼也看到了。啊，一级大师说，为行中作恶者呢，诸于人，人晓得；暗中作恶，人没有看到，鬼看到了。又会书曰，人为人间，官吏刑法，鬼为鬼神，明官照见。叫神明有极，诸天一极。造恶之人岂能幸免呢？无法避免的。我们读华严经，都娴熟过世的望经还原论的论文，才知道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这个信息立刻就传遍法界。啊，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周边法界，我们念头才动，遍法界所有的这些众生都知道了，你能瞒过谁呀？瞒不住的。而且影响之大，我们无法想象。
影响就是三种周边的第二种，畜生无尽。一个恶念，一个不善的行为，畜生无量无边无尽的恶境界啊，这一念之间呢，会造成的。一个善念，一个善行，也是畜生无尽。啊，这个畜生无尽，就像极乐世界，像华藏世界，纯净纯善，心行所感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近代的科学报告，非常安慰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，现在科学把它证明了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神明有没有？有，欲界天的神明，啊，多半是忉利天以下的。啊，忉利天主关心世间的，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。啊，这是跟我们居住在不同维次的空间。啊，他也居住在大地。啊，轨道。实在了而论，人鬼杂居。古人有所谓，有人的地方就有鬼，人鬼杂居。啊，这也是不同空间维次，所以人见不到鬼呀，鬼也见不到人。啊，跟诸天不一样，天能见人，人见不到诸天。所以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之人呢，是岂能幸免？啊，无法避免，这避免是果报啊。于是自入三途，这个自是自然啊，自自然然感得的果报是恶鬼畜生地狱啊，自然居决定之意啊，我们讲肯定度三恶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造业受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因果我们就学到此地，下面第四是讲的妄语。妄语最容易犯了。其四者，
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憎讥善人，败坏贤民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。到这是一小段。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恒心为事，轻易于人。于人敬畏，不自惭惧，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扰归也。又其名起，记在神明，央究牵引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户，这就是地狱。身心摧碎，身心苦极，当思之时，悔夫祸及。这个时候受地狱罪，后悔来不及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第四，名妄语之我。妄语者，知论人，大智多论里都说，妄语者，不敬心与狂他了，复饮食出一语。生口业，使民妄语。大智度论这几句话，首先说明欺骗别人这个心不清净的，这个心不好啊！想欺骗别人，事实真相隐瞒住。这叫复引证，不跟他说实话，不跟他说真相，出一语，这个一句是假话，得造口业了，欺骗众生。我们今天讲存心骗人，这叫妄语。心行都不善。大乘一章曰：“言不当实，故称为妄。妄有所谈呢，故名妄语。”下面念老总结着说。故知心存欺狂，口出不实之言，这就叫妄语。又口有四过，即受恶中口业之四恶。这个经上都说出来了。名为两舌、恶口，妄言就是刚才讲的妄语，后面还有个绮语，经言所言，口之四过，不应发故，通名妄语。这是把四种口过
合起来，都称之为妄语。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啊，破坏两个人的交往，啊，在家面前。他说：“一，啊，说你的故事，在一的面前呢，他说假，啊，说你故事，所以斗乱两头啊。小是让两个人失去和睦，啊，彼此怀疑，啊，大。”会斗乱呢，两个国家发生战争，那个罪业当然是无间地狱。啊，要知道这是决定不应该做的。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是和睦相处，啊，你在这里挑拨是非，让这两个人斗争，试问问你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？啊，总有一天这个事情被拆穿，双方都恨你，那必然造成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两舌决定惹祸。恶口是言语粗鲁，啊，说话很难听，啊，这个事也很容易犯的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说得很好听，啊，目的也是欺骗对方。啊，言语都不诚实，啊，其余多半是损人利己，啊，采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，啊，那么在今天商场上。几乎处处能看到这种行为，啊，经营所说这四种过失，啊，口的四种过失不应发故，就不如法了，啊，通明叫妄语，精进明标无恶，故以妄语摄于三者，何名有恶？那这部经上说五种恶啊，妄语这一种里头就包含四种。所以把这四种啊都包含在妄语里头，啊，这妄语就讲这四种。但经义
引戒舍我，故列举其余三恶，盖于惑中复有开也。这个妄语展开是四种，归纳通叫妄语。这佛法里面讲开惑不同。但是这一部经里头，就是这一品经，着实卧苦，这讲的无我。经里面意思确实包含了舍善。那舍善呢，妄语就开为这四种了。所以这一品经里头主要的意思是讲无戒舍善。无戒显说，经文上你看到的，实际上的说它包含了舍善业。舍善在里头，你看经文里头，两舌卧口妄言其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篇经文呢，是给我们说无戒舍善，违反这个过失有多大，有多么严重，都是为一般人所疏忽了。即使出家弟子往往认为这叫小小戒，小小戒就无所谓了，就不重视了。妄语是小小戒吗？两舌是小小戒吗？我骗这个人，这人也不是好人，骗骗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可大了。一般人不晓得，无戒十善在佛法叫根本戒。比丘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三句境界都是依这个根而建立的，根毁掉了，那戒还在吗？我想每个人都会想的，都会清楚，那个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学佛，我们学佛之前有没有这些口业？恶口、发脾气、骂人、批评人，这都是属于恶口。你要是其余，包括舞台的表演，歌唱，内容是什么呢？与杀盗淫妄相应呢？那这些都属于其余。诱导你感情冲动，
为什么说现在？电视、传媒主宰着社会，啊，这些传媒的负责人，他可以救这个世界，也可以毁灭这个世界。他所演出的是负面的，就把这个世界毁掉了。如果演出来是仁义道德，是无戒是善，那他就救世的，他把这个世界救起来了。这个权操在他手上啊！啊，将来他是向天堂还是向地狱，都在他一念之间。啊，佛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小小节，啊，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小小节不能吃，大戒就崩溃了。啊，小小戒是大戒的根啊。啊，我们在出家的时候受戒，啊，老和尚啊跟我们谈到戒律，也是教导我们。啊，四重戒要吃，其实四重戒就是杀盗淫妄啊。这是四重戒，啊，小小戒就可以马虎了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讲得很好听呐。啊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两舌卧口妄语绮语，这明明是四重戒之一，怎么可以把它看成小小戒？一个人，不要说一生了，就单说一天，这一天有没有犯这个口过就难了。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妄语吗？想想看，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卧口有没有？啊，如果要是有就知道啊，今天又在造恶啊，啊，实在老实讲，杀盗淫妄念念都在犯呢。啊，这是讲真的。经上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佛法里头，摄善无戒清净了，真正守住了，做到了，才能称得上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无戒摄善还是常常犯，这不善了啊！佛经上这种称呼我们就没有份了啊！所以学佛
最低限度我们要守持的，身不造杀盗淫妄酒，心要扶住贪嗔痴慢疑，情绪一定要控制住，怨恨恼怒烦你要能控制，不让它发作，这叫真修行。这个人念佛就相应了，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烦恼习气恶业扶不住，念佛不相应。有没有好处呢？不能说没好处，好处是阿赖耶识里头，集结念佛的种子，好处在这里。这个好处的果报不在这一世，换句话说，这一世还要随业流转。过去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烦恼习气扶不住，念佛念得再好，一天十万声佛号，还是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没法子。念佛不相应。佛在经上没说错啊，什么样一样的人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弥陀经上说的很简单，那是标准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不讲得很清楚吗？善根是什么？不贪不嗔不痴。人真的是贪嗔痴慢疑断掉了，这个杀盗淫妄就自然没有了。这善根呢？福德是什么？福德是真相信。真明白了，真觉悟了，真干了。佛在经上所说的，我通通都能够做到，这一教奉行。为人演说，做出好样子来给人家看。对自己来说，是我们要做个佛菩萨看。好学生。对社会大众来说，让社会大众看到学佛的好样子，他生欢喜心，他也愿意学佛了，是戒淫众生。所以这一举是两得，自行化他。那在今天的社会，别人骗我，别人骗我是他的事情，我不应该骗他。为什么？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！我不想搞轮回了，我想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去就不能妄语，妄语的人去不了极乐世界。
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还是继续搞轮回，还是这一生想往生？啊，想往生，那这个戒律绝对要守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不骗他。啊，别人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。佛没有教我们，回报我的人，我们也回报他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教法，你查遍大藏经找不到啊。甚至于别人陷害我，我们也不怨恨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学佛了。啊，学佛的人就不抱怨吗？对，学佛的人是明白人，知道业因果报啊。啊，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这有前因呢。你得把原因找出来，明白之后，你就不会怪他了。那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总的来说，一定是妨害他的利益。今天讲的名利也。啊，所以他造这种业。啊，那我们想他不要造这个业，我们就躲避，离得远远的。啊，不要让他感到有威胁。啊，对他的名利有威胁，我们离得远一点，这就好。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他喜欢亲近我们，可以亲近；他不喜欢亲近我们，讨厌我们，我们就远离。啊，让他生欢喜心，这是佛法，这是菩萨道。啊，那么现前的社会，因为疏忽了圣贤的教诲，至少200年以上这200-300年当中，全世界的人们都受了科学的影响。啊，科学叫我们什么？叫我们怀疑。啊，怀疑，然后再求证。啊，这是科学精神。差不多这300多年来的教诲，我们不知不觉，所以习惯成自然，就都染上了这个习气。啊，但是这样的习气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，就造成了严重的障碍。
啊，为什么？在中国这一块大地，一般讲5000年的历史，啊，我常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。文字没有发明之前，可能还不止5000年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啊，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了，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德行了。啊，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至少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伦常道德的教育深信不疑，没有人怀疑的啊，只有现在学了科学这些逻辑产生怀疑啊，我为什么要孝顺父母？我为什么要尊重师长？啊，我为什么要爱人？这问题都来了。啊，圣贤教诲现在还管用吗？啊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啊，佛菩萨这一套还值得学习吗？全都怀疑了，这一怀疑就不能接受了。孔子孟子来教，释迦牟尼佛来教都不行了啊，所以经典上讲得很好，佛度有缘人。什么叫有缘人？真正能信的人，真正能理解的人，这叫有缘人。啊，能信太难太难了，特别是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。啊，能解，人不虚心你怎么能解？啊，印光大师说得很好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。这就是说对古圣先贤的教诲要在什么态度去接受呢？真诚恭敬。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真诚恭敬的人？这找不到啊。啊，人都自以为是啊。不知道尊重别人呢。不晓得谦虚，不晓得恭敬呢。啊，从心里到外表都没有一丝毫恭敬，啊，没有一丝毫真诚，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都是不善的。啊，什么叫不善呢？违背了伦理道德。啊，拿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无常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啊，基本的道德5个字：仁义礼智信，这就是五戒。仁不杀生，义不偷盗，礼不邪淫，啊，智不饮酒，信不妄语，就是五戒啊。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定这5个字，跟佛的五戒
跟本界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今天世界上人，我们自己反省反省，这五个字我有没有？啊，人是爱，仁者爱人。我有没有爱人的念头？啊，喜欢的就爱他，不喜欢就不爱他。那对他有意见、有怨恨的，不但没有不爱他的话，恨他，这个字没有啊。啊，义是循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样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所以，不仁不义呀。无理、无智、无心啊，这五个字通通没有了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“人气长则妖心。”这个“长”就是这五常，这五个字也都没有了。这个世间。妖魔鬼怪全出来了啊！什么叫妖魔鬼怪呢？干杀盗淫妄的叫妖魔鬼怪啊！这是孔子、孟子那个时代所说的，做人必须要遵守这几个原则啊，学佛必须要遵守敬业三福六和五戒十善。这是根本，没有这个根本，就没有佛法了。我们真正肯做，佛法还在世间。啊，没有人去照做了，经典留在世间不算佛法。正法久住是有修行的人，有持戒的人，有念佛的人，有研究经教的人，这叫正法久住。事出世间，这些大德都说，人能弘法了，非法弘人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常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啊，后是什么？有传人。啊，有继承这个事业的人，让这桩事业世世代代传下去。这叫有人。啊，今天孔子之道、孔孟之道有没有人传？老庄之道有没有人传？啊，佛法有没有人传？我们就晓得
这个世界是有福还是有祸，就清楚了。圣教带给我们是吉祥，是幸福。如果圣教没有了，社会就乱了，就动乱了，带给我们的是灾难，是祸害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。学佛不是迷信的。要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。不善的我们要把它放下，远离它。与心性相应的全是善的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呀。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它的根其实就是两个字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。敬业三福头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我们有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？你懂不懂孝？知不知道尊师重道？这是什么？发生慧命呢？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，这两个人恩德最大了。所以学佛敬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，头两句话就是孝亲尊师。真正孝亲不敢有恶念，为什么？有恶念对不起父母，有恶念呢对不起老师。恶念尚且没有，怎么会有恶的行为？千万年祖宗的教诲，我们能怀疑他吗？现在人普遍怀疑。这是圣贤教育，恢复不容易啊！只有极少数的人，有大善根。大福德，我们常讲再来人呐，他们能接受，能欢喜，很少很少。要想圣教普遍，社会能够恢复安定和平。我们一般估计至少要三代到四代才能恢复正常。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底下一代再一代根本也看不见。从四五代努力之后，众生苦尽甘来。不善感召的是苦报啊，是灾难了，受尽了苦难了，
不想再受了。啊，听听圣贤教诲，也许感到，哎，是有一点道理，慢慢来吧。我们丢掉两三百年，再恢复也要两三百年，啊，不可能马上就见效的，啊，那是错误的想法，啊，真正发大心、真正肯干的，都是佛法里面讲，菩萨再来。他不是凡人呐、啊！啊，凡人的思想跟佛菩萨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念老的跟我们解释这个口思过啊，经意迎接受我，故列举其余三物啊，这是说祸中有开，开中有祸啊，这个下牢汇集的就把这个口四种物啊通通写出来了。两舌啊，两舌者，心意叫利见语，两个人原来是和睦，是和好的，想方法叫他们两个人翻脸，叫他两个人彼此有怀疑，有猜忌啊，把他们的和祸破坏掉，这种言语就成为利剑语啊。四分六人彼此斗乱了，令他破也。啊，挑拨，让这两个人斗争。啊，破坏他们的和睦。这个事不是好事啊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果报是入八舌地狱。地狱里的八舌地狱，八舌地狱 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我这个两舌来的，造两舌这个罪，这个罪也就是啊，就是八舌地狱。啊，不但是不诚实，他要让这两个人就斗争。啊，本来这两个人是朋友，要把这两个人变成冤家对头，这个心不善啊，这行为不好啊，啊，果报在八十地。天台云，天台是智者大师。啊，这智者大师说的，勾善彼此，拐和合也，就是破坏这两方面的和合。啊，他在这里煽动，在这里破坏。又大乘义章云，言拐彼此，谓之两。啊，拐就是相违背。
啊，挑拨是非。啊，两朋之言亦于舌，故曰两舌，是为煽动奸戾，拨弄是非。啊，这是现代的话。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倭寇呢，心以为粗倭语，啊，言语粗鲁，啊，让人听的时候很难听，啊，发皆此地缘，倭言加鄙，令他受恼，名为倭寇，啊，别人听了就生烦恼。啊，这叫倭寇。有大臣一章七，这是第七卷。为我们解释倭寇，言辞粗野，莫之为倭。倭从口生，故名倭寇。是为以恼他之心，出粗恶之言，令人受恼，名倭寇也。啊，说话很难听啊！无论是有意无意，啊，别人听了之后生烦恼，不欢喜。啊，佛在大乘经教教菩萨，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？还原观上只讲四德，啊，菩萨基本的德行四种必须要遵守。啊，他第三个就是说，柔和之至，啊，包括语业在里头啊，容貌、言语、态度要柔和，啊，存心呢要至至，至至就是真诚。啊，内里面真诚，表现在外头柔和，菩萨了。啊，这个四德了，这排在第三了。啊，第一个是叫菩萨，随缘妙用。啊，第二个是威仪有则。啊，行住坐卧，言语心态，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佛弟子，要把佛弟子做出来，表演出来。大家看到了，生欢喜心了。赞叹佛菩萨。啊，佛弟子都是好人，都是善人。啊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这就戒引无量众生了。啊，怎么可以造恶呢？妄言就是妄语，啊，心疑、虚狂语，啊，这个心疑是玄奘大师译的。玄奘大师以前这叫旧疑，
啊，他老人家从印度回来之后，翻经的时候成为新译。啊，把旧译有一部分呢，他改了，改了让我们更好懂。啊，古译是于妄语，翻译妄语。啊，新译的是虚狂语。啊，虚是不实在呀、啊，狂是不真实啊。又如梵网曰，这是梵网经上说的，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如是唯心不实之言，皆妄语也。这是妄语，骗人。啊，见到了说没见到，没有见到说见到。啊，这都不实在呀。啊，其余者心以为杂秽语，意思也非常好。啊，居舍论云：一切染心所，啊，染心所发诸语，名杂秽语。啊，染心是什么？自私自利是染心。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，因为有染污就不清净了。啊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有这些东西，心不清净了。啊，不清净心。所发的言语也不清净啊！言语怎么样？言语很好听特别是音乐歌曲啊，包括诗词啊，文学里面啊，表演让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会升起杀盗淫妄的念头啊，在调动你的情绪，这就叫淫欲、绮欲啊。那么现在文艺表演都是这样。啊，文艺表演上古就有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有许多土著啊，他们欢喜唱歌欢喜跳舞，有啊，每一个民族没有例外的啊，歌舞在一块欢乐，这是正常的。啊，孔子把这种文艺表演定了一个标准。啊，这个标准呢，只有三个字，叫“思无邪”。啊，无论是诗词歌赋啊，文艺表演，让别人看了不会生起邪念，让别人听了，让别人接触到了，都不会有邪念产生，这个标准就对了啊。所以他老人家提出啊，思无邪啊，中国历代
社会跟国家都遵守啊。现在解放了，不守这规矩了。啊，善良的风俗习惯一定要靠这个标准去维系。啊，这个标准没有了，社会就乱了。社会乱了，人心乱了。啊，人的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。啊，都是七情五欲。啊，都是损人利己。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风气感染的是全球，不是局部的，是全体。啊，它为什么感染范围这么大？这是因为现在科学的工具发达了，用电视传播，用网络传播，啊，全世界人天天都在观看，天天都在学习，天天都在模仿。啊，小朋友从小他就养成这习惯了，啊，就变成他基本的观念。所以说主观观念先入为主啊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啊，言语啊，两舌握口妄语起语正常的啊，电视的节目就是文艺表演，他在教教整个社会，从小孩到老人，他统统教。啊，大家天天看，天天接受这个教育，被变成正常的了。麻烦在此地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尊长，没人提。啊，他听不到，他也没看见过，所以你给他讲他不相信。啊，他说你在骗他。啊，你真正骗他，他相信。这听骗不听劝了。现在是这样的社会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眼前的灾难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会有灾难。你细心去思维，这个艰难灾难用什么方法化解？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听老人言。”吃亏在眼前。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了，找谁呢？找老人就对了。啊，老人是谁？我们的老祖宗，古圣先贤。世界上每一个族群的老祖宗，每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。都是教人敬天爱人。我们就看看许多宗教的经典。
我看了一些，发现里面确确实实的真诚的爱心呐，这是所有宗教啊共同的目标，共同的方向。我们能把这个找回来，身体力行，就真干了。啊，中国传统东西好，说得详细。啊，佛法说得更好，对其中的道理讲得非常精辟。越学越欢喜啊，越学有悟处。这后面说，又大乘一章曰：“邪淫不正。”其有其色，从欲立称，故名其欲。其实绸缎呢，很好看呢，很柔软呢，人都喜欢呢，所以其欲是花言巧语啊，你很喜欢听，很喜欢看啊。它内容是什么呢？内容就是调动你的七情五欲啊，跟夫子所说的四无邪是恰恰相反啊，它能调动你的感情啊，调动你什么喜怒哀乐。啊，这些东西在现在，说电影里头，爱情的这些片子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啊，不知不觉，你陷入进去了，不能自拔了。啊，没有智慧。又《无量寿经前注》，这是丁福宝居士做的。其余，你看一切含淫逸不正之言辞，后世骚人极喜。啊，中国小说。四大名著啊，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，这些都是啊，里面都有这些情节。多习以美人香草喻饮，凡涉于归国者，皆为之其欲。啊，归国是男女言情。又十善业道业十善道章云：涉染言辞。民杂秽语，若不染心，
其实闻此，各赞实德非不善也。啊，所以这个其余要看内容啊。啊，其余简单的话说，就是很美的言辞。如果这个很美的言辞是赞颂德行好的，啊，例子就像孔子所删定的《诗经》，啊，诗300篇，是歌词，是其余，但是它里面内容正而不邪。啊，这些歌词从哪里来的？由祭司祖先的，祭司上天的，啊，有朝廷里面，啊，宴会典礼里头奏的这些乐章，也有民间的歌词。啊，今孔子删定过，啊，就是修订过，选的305篇。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风俗。啊，现在所谓是民谣，民间的说唱艺术，反映社会大众的情绪，啊，他们的愿望，啊，国君，啊，往往专门收集这些东西，了解民情。作为施政的参考，啊，这些是好的，啊，十一道章这里说的正反两面都讲到了，啊，一个善一个不善呐，啊，都说到了。这一章的注解这么长，啊，后面还有，我们接着看下面。望希曰：“凡此妄语，世人喜犯呐，很容易犯。啊，谁都喜欢讲话。”言语离不开我们生活。现在社会有几个人言语少的，啊，沉默寡言，我想一想，我学佛这60年没见到啊。啊，所见到的人都喜欢讲话。啊，大概言语少的，我只看到张家大师一个。他可以跟你在一起坐在一块1个小时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啊，他用什么叫人呢？威仪叫人，很少用言语，他就是那个样子叫给你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一句话不说，肃然起敬。
啊，比一般老法师，你去的时候，他给你讲一两个小时，讲不休，受用更大。啊，张家大师讲话很慢，很清楚，言简意赅。啊，接触他之后，确实，你不容易忘记他的教训。啊，世人喜欢一个不顾来报啊，来是将来，报是报应呐。你说话要负责任呐，后头有果报的。如南山云，这个南山是戒律，终南山，道宣律师。啊，这是律宗的祖师，他老人家说的，此戒。人多喜犯，良友妄业熏积，是种有多啊，故随沉静，动变虚构。啊，这一开口都有问题。啊，机缘，这还是道宣律师的话。又行基菩萨云：“口虎害人呐、啊，舌尖断命啊，如口如鼻，死后无救啊。”这句话下面念老的解释。令人之口，如鼻之无言，民生过咎。啊，鼻不会说话。啊，如果口像鼻一样，啊，尽量能够是。以少说话为好，言多必失啊！啊，所以学人入众啊，一定是恭敬、谦虚。多听，多看，少说。在佛门里面，四大天王，他是代表护法的，啊，我们称他为护法神。他护谁的法呢？护我自己的法。啊，他怎么护呢？你懂得他表法的意思，就知道了。啊，东方天王的名号叫持果，这就表法的，持是保持，果是国家。啊，持果天王。那在我们自己呢，如何保持我们的身体？这持果天王教给我们的。啊，他手上拿的是表法的，一定要懂得。持果天王手上拿的琵琶乐器，啊，不是他欢喜唱歌。用琵琶来代表，怎样保持你的身，
保持你的家，保持你的国，永远兴旺而不败。啊，用什么呢？用琵琶。你看，琵琶是弦乐器，你调紧了，它就断掉了；调松了，就不响。啊，那你就知道了，琵琶代表什么呢？佛家讲的中道，中国老祖宗讲的中庸，中庸之道啊。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到，要调到恰到好处。取这个意思啊，啊，佛这样教菩萨，圣贤人教广大群众，啊，要懂得会用中。你就能护国了啊，能够护持自己啊，护持家庭，护持事业，护持国家。第二位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啊，增长的意思是往上提升的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，日新又新啊，现在佛家讲的精进，你要进步啊，你不进就退转了啊，你要求进步。进步要靠什么？要靠智慧，不是知识。所以他手上拿的不是一本书，手上拿的是宝剑啊，剑代表智慧，叫智慧之剑呢，他不是拿的书啊。啊，也就是说要求智慧，你才会有进步啊，用意很深呐、啊！啊，这两桩事情，怎样才能求得到？啊，一个是护国，一个是智慧。下面两个天王就教我们方法，你看。西面的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你从他名字上叫你什么？多看啊！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，龙蛇代表什么？多变啊，人心多变呐、啊，社会多变呐、啊，世界多变呐、啊。啊，不管怎么变，它里头有一个道理不会变的。啊，所以他右手拿了一个珠，那个珠代表理，理不变，事尽管变，人事俱变。理不变啊，叫你多看，掌握住啊不变这个道理，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千变万化啊。那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呢？真心呢、啊、我们讲真诚，真诚是菩提心之体，
观经上说的至诚心，起心论里面讲的至心啊，不管怎么样变，真诚心不变啊，就能应付。这几天有同修啊送了一个光碟给我看，是日本的一个企业家稻盛和夫啊，我看了他之后，这个四大天王的表法了，他全用上了。啊，所以他在日本成为经营的圣人。啊，商业界经营的圣人。日本四个圣人他其中之一。那三个已经不在世了，神他还在。啊，人家问他，你的经营为什么不败？啊，50年当中，经历多少风波，啊，金融风暴，对他都没有一点伤害。啊，他们有影响，啊，许多公司倒闭了，支持不下去了，他的业绩还增值，还上升。啊，别的公司裁员，他的员工一个都不解雇。什么道理？真诚、良心。啊，用真诚心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无论他怎么变，我不变，就成功了。他是个佛教徒，他出过家，啊，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用在商业上。啊，现在他是日航公司的董事长。啊，日航这几年亏损很严重。啊，把他找去做董事长。啊，日航救起来了。转亏为盈，一年多的时间。啊，一般人都认为日航会倒闭，啊，他把他救起来，靠什么？就是真诚。他所用的方法跟西方人这个经济哲学理论完全相违背。啊，别人不敢做，他敢做。要问他，你这套想法从哪里来的？从中国2000年前、3000年前这些圣人、贤人，从他那里得到的智慧，得到的方法，啊，来经营他自己的公司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啊，实实在在讲，就是中国人呢。家的精神，他把一个公司看作一个家，把所有员工看作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儿女，他这样看待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公司里头上上下下他有亲和力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啊，公司请他去做董事长，他本来退休了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啊，年岁这么大了，为了救
就这个公司他出来了啊，所以他讲得很清楚，西方人经商经营一个公司是以公司利益为第一啊，必须让员工啊，也就是最廉价的这些劳工啊，让他们对公司服务啊，公司赚钱，老板的啊，是以老板为第一，员工跟顾客都是次之啊，他的做法不一样，他说公司所赚的利益第一个是谁呢？第一个是员工，这员工高兴了啊，是员工大家共同努力经营的公司，利益应该是员工的。第二个是顾客的啊，公司是第三啊，所以他的业绩年年都往上升了啊，顾客怎么样呢？喜欢买他的东西，你这公司好，为什么？对顾客照顾很周到啊，员工全心全力为公司服务，有道理啊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啊啊，他全用上了啊，中国人从前的家大家庭，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啊，这一位道生老人呢，通通用上了啊。那么今天这个信息普遍传播出去了，会给很多人做一个反思，你利益别人，自己才得利益，你想你独自得利益的时候，那公司会垮台，会倒闭啊！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，佛教人怎么样发财啊？财布施就发财，越施越多啊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。佛讲，你修这三种布施，你就会得三种果报。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是这么来的呀。啊，不肯施舍，自私自利，得不到。啊，那个不肯施舍，他还发了大财，得了利益，那是前生所修的，这一生的果报，前世所修的啊。那么这一生报完了，你这一生没有修布施，你来生就贫穷了啊。所以人一定要想到将来的果报啊，这就是让我们少说话了，以免造口业。如制度论啊，大制度论上面有这么一段文，如佛说，妄语有十罪，这个妄语包括前面所讲的四种口过，妄语两舌卧口其余，
这十种罪，何等为实？第一个，口气臭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。啊，人不愿意接近你，啊，口气很难闻，就造这个业。我们遇到过，啊，口气味道很难闻的是，这个人口业很重。啊，第二呢，善神缘之。非人得病，善神不愿意接近你。非人是什么？是你的冤亲债主。啊，现在所说的附身，啊，冤亲债主附在你身上。啊，因为没有善神保佑你。啊，冤亲债主决定不止一个，连真正修行人都免不了。啊，我看到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啊，这是这位同修自己说出来的，是真的事情。啊，他自己原来也不晓得。他有气喘病，很多年了。以后被他发现了，气喘的是一个冤亲债主，住在他身上，让他受这个罪。啊，还有一个，他的相貌很不好看。又是一个冤亲债主，国报啊！以前他整别人，现在得这个国报，这两个冤亲债主啊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。以后明白了，啊，将自己修行功德了回向给他，帮助他。求往生，果然有效。啊，这两个冤亲债主也很感谢他。啊，离开的时候告诉他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这个气喘就好了，啊，不需要医药治疗，自然就好了。啊，面孔也改观了，改观了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病痛啊，真正原因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找上身来的，这病叫冤业病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那么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第一个，决定不能够啊给人家结怨，所以冤家宜结不宜结。结怨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生生世世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第二个，现在现前啊，有跟人结怨的，一定要化解。一定要知道忏悔，啊，要改过自新，啊，人在世的，有的人你喜欢他，有的人讨厌他，啊，喜欢他这个善缘，
不喜欢他，讨厌他，就跟他结了恶缘。啊，这个恶缘果报很不好。啊，所以所有一切不善的这个缘，都要想办法把它改善。啊，我们终于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别人做出有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要一笔勾销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更不可以放在口上。啊，他跟我结怨，我不跟他结怨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为什么赞叹他呢？我感恩他，他替我消业障。啊，所以念头一转呢，心开意解，你烦恼痛苦完全没有了，你会很安慰，很快乐。啊，对待这些伤害你的人，啊，你对他都会感恩。啊，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对他感恩。啊，我们的业障真的就消掉了。啊，这是应该要学的，要不然这个佛不就白学了。啊，那这底下有十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。